量有点有点那个，但是说你要说你想控制这个价格的话，我们一天说算是160吧，160万的，就是基本上能做到70%-80%的单机这个控制价格。那把来年咱们好好控制，没问题。他这一头是吧？只要我们一部分资金，我们的客户以后是好看的。我们的客户可以打预付款。